警方大 V 罗某平涉嫌侮辱志愿军英烈，已被依法刑拘。10月8日下午，海南省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通报，涉嫌侮辱抗美援朝志愿军英烈的网民罗某平已被刑事拘留。长安街知事注意到，罗某平为前媒体人罗昌平，其个人微博目前已无法搜索到。警方表示，英雄烈士不容亵渎，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，对侮辱、诽谤或以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名誉、荣誉的行为，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查处，不可污名。